准备把这个框架给搭起来了，不下雨了。拿一个大的石柱下去，胶又没改啊，哎呦，老金哥们在打一条线，那另外去国外嘛。干嘛来参加？朋友啊。本来以为这个水泥够的，结果只能弄两个这个洞。然后呢，天黑了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！记得点个关注啊。